好，各位大家早安。我们今天要上这个主题哦，因为我很喜欢看到资料分析这四个字，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早年我念的是资讯工程，然后后来我念资讯管理，现在我做的工作或者我的研究是在阳明大学，然后攻读我的博士学位，然后我也是希望说把我的资讯专才能够跟医生啊、生物专家一起合作，然后解决这个200多年还没有办法解决的癌症这个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够暂时性的来去，就是说，让它不要再继续就是扩散或者是危害，那有效的能够降低我们人类即将就是说可能在。越来越长寿的情况之下呢，再衍生出来其他更多的疾病，这是我希望做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呢，它叫做 Office 日常工作的资料分析，无非就是希望说你们在日常工作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还有尤其是新版本在变更的时候，有几个我觉得很棒很棒的功能，一定要先让你知道一下。那再接下来我就要带领你就是进入到这个2016版改最多的 Excel 的部分，它增加了几张不一样的图，可是还增加了希望你有机会去一窥大数据分析的全貌。所以它把大数据分析的软体哦，它本来叫做 Power BI， 微软公司其中有这么一套软体 Power BI，他干脆把 Power BI 这套软体呢，直接把它变成一个套件，套件，好，这个套件就直接塞在 Office 2016的增益集里面。所以等一下我们在介绍 Excel 的时候，一定要介绍到这一段。那很抱歉，以前你要是用 Office 2013、Office XP、Office 2010，对不起，就不太适合来去执行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 Power View。 好，所以这点也是要请各位稍微知道的。不过各位好像预计要在年底前全部都换成这一系列的这个 Office 2016这个版本，所以我相信对你的工作应该会有一些帮助。我把我的上课的范例啊、讲义都放在这个网址，这边有一个 https://go.gl/ytz， 然后注意哦，这个 R 一定要大写，然后 X 是小写，大写的 T，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今天还有过往我曾经在好多地方授课的范例跟讲义。例如说早年我一刚开始是在就是中立地区担任电脑老师，所以我当也会去中原大学教书。后来巨匠电脑就 SARS，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SARS 那个班级，然后巨匠电脑打电话说，老师，我们总统府这边有一个标案，然后有一两位老师已经被打枪了，然后呢他又规定一定要按期执行完毕，所以他就请我过去教。从大概是民国93年吧，好，我就跟巨匠电脑合作，一直合作到民国100年，所以我都是帮他教一些政府机关为主。后来到了100年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再继续想，我想要再继续念书，所以我才就是放弃了这个很优渥的工作，就跑去国立阳明大学从硕士开始读起。现在拿到了博士的候选人资格，但是距离毕业，前几天我们还几个人在聊天，说没有8年应该毕不了业，那我才4年，所以还有4年可以慢慢去等去熬。好，那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LINE，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如果有 WeChat 也可以跟我联系。不过 WeChat 这边我稍微改一下，这个应该是 TRN178， 不是168，是178。好，那我们就先开始来去看一下，你们都有拿到讲义，对不对？那我还会再补充另外一套，就是偏资料分析的部分，尤其是 Power View。那我们先来观看一下我们的讲义。
所以我请你们来观看一下。我会期待希望说至少有一些新功能很棒，我们先花个三个小时的时间来去了解。例如说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有一些 Office 2016的那个日常工作的资料分析，你看在这个地方这个功能，我觉得可能就不跟你们分享，因为我们并不需要经常在那边去撰写这个数学方程式。可是哦，数学方程式它跟这个新功能改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它要去辨识你写的数学公式，这是透过 AI 的技术。所以我重点是要告诉你，它里面放了很多 AI 的技术，可以理解吗？请问一下，假设你今天你画了一个 Sigma， 它电脑要自动辨识出来这个是 Sigma， 对不对？你可能写的不是那么清楚，它都要辨识出来，这个是需要透过 AI， 这在2016版的时候有一些很重大的突破。那再接下来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应该是这个快速分析耶。你看哦，当我们今天选到了一个资料，它这边就可以快速的帮你直接用猜你可能会想做什么分析，然后画出什么图，可能两三个没有连点都不用点，你只要会选，然后按照那个路径滑鼠游标按照那个轨迹选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快速产生你要的一个分析结果，这叫快速分析。那他在这个过程他就要去猜，其实这就是 AI。 那请问一下哦，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他怎么猜无非就是用所有使用者使用统计图表哪一种图最频繁被我们使用，他就猜你可能要画的可能就是这几种图。还有一点就是这样子的数据内容可以产生出哪一种图，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他的猜测的方式啊也还好，就是不是那么困难。再来它有很多很多的范本，我相信只要有一个新的版本出来，它就一定会放很多很多的范本。为什么它要给你一大堆的线上范本，就是让你快速做完手头上的工作，提升工作效率，所以它干脆就先帮你做好。例如说假设你要填一个什么表单，好，他这边你就只要输入，假设我想要去填一个那个月历、行事历，你就直接在这边输入关键字，非常非常多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来去完成。再来，我觉得这个功能更棒，告诉我你想要执行的动作，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告诉电脑说，哎，我现在想要画直条图。他连选功能都不用你选了，他就直接到直条图的选项让你去选择，这你就不用再去点什么插入统计图表里面的什么图表，这是不是节省工作效率？因为你在刚开始使用新的软体的时候会不会遇到找不到功能这件事？有可能嘛，那干脆你就直接告诉他，我现在想要去做枢纽分析表，哎，你只要告诉他这件事，就在这边，就在这个地方打这几个关键字，他就直接跳过这些功能，就直接让你去画出枢纽分析表。所以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策略跟功能的改变，是不是一定要透过所谓的一个你输入关键字，然后他跳过一些功能，所以这就是现在我觉得还不太像 AI
但是他已经让他现在结合了 AI 的技术做到了这件事，是不是我觉得更棒一点？比以前 Office 2010或 Office 2013，你可能找不到功能会有这种情形。回想一下，可能在很久以前哦，你在使用那个Office 2003跳到 Office 2007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好像很多功能都找不到？现在到2016，好像就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你就在每一套软体的这个地方去输入你想做的事，告诉他，他就会直接帮你去做。好，那再接下来他还有结合网站的深入资讯，结合网页搜查的结果的深入资讯。例如说，你就在这边输入一些字，假设输入法不见了，请问输入法不见了，它是 Office 里面功能吗？不是，它应该是 Windows 的功能设定，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就直接跳出来网络上搜寻的结果，告诉你说输入法怎么样再叫出来。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可以直接跟网页的结合。那我想还有更重要一件事，共用。可是我不晓得，我在很多公家机关他们都把共用这个功能锁起来拿掉，为什么？资讯安全。所以通常这么棒的功能呢，我们只能在学校里面使用。那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这个共用的概念。例如说好了，你现在哦，我现在给你8个小时去做一份文件，你一天你再怎么拼命打，有没有可能打到100页？不可能嘛，对不对？可是我给20个人共同去编辑这一份文件，那会计就编会计的部分，那个例如说管理课就编管理课的，业务就编业务的资料，然后这个时候是不是达到分工合作？而且有没有可能8个小时20个人集结出来一份100页厚厚的计划表，一天就生出来了？有可能嘛？不过比较可惜，这牵涉到很大的资讯安全，在挑战中华电信的资讯安全，所以很多的资讯单位他就把这个功能是锁起来的，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带你去挑战这件事情。好，那大概你了解这件事情之后，这边有一些重大变更，就是 Creative Commons， 就是请你抓图片不能随便抓了。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用并，对不对？他一定要用符合 Creative Commons 这个原则你才可以抓图。好，那至于什么叫 Creative Commons， 就是 CC 这个，看看各位我们有没有更多时间来去教授。好，不过在这个讲到这个地方，我大概已经把 Office 的一个功能改变大概跟你稍微讲一下。可是我觉得你可能讲到现在你可能会有一些印象，就是说刚刚的什么告诉我你想要做什么这件事情，告诉我你想要做这什么什么事情，还有我觉得这个自动分析，这都是很棒的重点，自动快速分析。所以我可能我就会希望说来去跟你分享一下这边的功能使用。 Word 也有， Excel 也有， PowerPoint 的都有。好，那我的上课方式比较不太喜欢，就是纯粹都是你听老师讲，可是我会希望你会实做，你会实做的部分，然后回去我都会把现在所教授的内容把它录制起来，然后变成一小段一小段。如果你哪一段不是听得很清楚，我就会告诉你，你请参考我 YouTube 什么网址的影片，然后前提就是你可能要先加我的 LINE， 然后这样才能方便知道说你哪里没有学好。好了，大概了解了我的讲义之后呢，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先请你去下载范例，
先下载一个范例。好，我会期待希望我把这样子一个课程比较偏重于 Excel 的改编，因为 Office 2016改最多的居然是 Excel， 所以呢，我们大概简单的来去看一下，最多的改变是这里。以前你画统计图表大概就只有直条图、圆形图，反正就是什么雷达图这些，可是你现在看到有一些什么瀑布图、树状图，还有分布图 histogram，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棒。好，所以我想我们就拿它来当作是我们一个学习的重点。那第一件事情呢，我就要带领各位下载范例咯。我的范例放在这个地方，从你现在开始你要听我讲的，我讲话一定要符合逻辑性，你只要听懂就好了，听懂就会做得出来。请问我给你的范例哦，是不是这边用一个网址的方式提供给你？既然我给你的是一个网址 https://什么什么，这样子的话你要用什么软体去打开然后输入网址，是不是浏览器？所以第一件事情，打开浏览器。好，我先把那个我曾经开过的我都关掉。第一个，在我们桌面上是不是有 Google Chrome？快速点两下就可以打开 Google Chrome 浏览器，然后请在网址列的这个位置输入 https://goo.gl/ytz 大写的 rx 大写的 t， 然后 enter。您看一下哦，要按照日期来看，我们今天上课内容是不是 Office 日常工作的资料分析讲义在这里，范例有看到哦，我上课我会使用到的范例都放在这个里面，所以你不要点错咯，因为大家都是叫什么影片连结、讲义下载、范例下载，你不要点错了。我个人我很喜欢教的就是大数据分析，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具有这个大数据的分析的能力。还有我一直在推办公室自动化，因为我曾经看过好多人，很多公家机关他们都一直在使用复制贴上复制贴上，那我就问他说，除了复制贴上，你有没有想过哦，资讯化的时代嘛，有没有可以快速取代这些复制贴上动作的方法？它叫做自动化。自动化也欢迎各位来去挑战一下，你看连接的影片，还有我全部都把影片放在 YouTube 上面，好，所以你只要上网搜寻，输入我的姓名，然后再最好是打那个课程的名称，我相信哦，你就可以找到很多这些相关的影片了，方便你来去做学习。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点这个日常工作的资料分析范例下载，请点它。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看到很多很多个范例，其中麻烦请点超市范例，请点它就好了。那点哪里呢？不要点这边，要点左上角的这个下载图示。有看到下吗？有看到下这个图，对不对？那有没有看到，就是下载就是把它下载进来，然后那条横线代表主机，把它下载到我们的主机，下载到我们电脑主机里面，所以要点这边。可以哦，好，所以这几个动作要请你们动手去做一下，所以我快速来重新做一次哦。第一件事情，打开桌面上的 Google Chrome， 因为我给你的是一个网址嘛，所以当然可以打开浏览器，可不可以打开 IE？
可以，我比较习惯使用是 Google 的浏览器 Chrome。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输入网址 https://goo.gl， 我写在白板上，好，所以到时候你就照打就好了。然后斜线，然后 YTZ 大写的 RX 大写的 T，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点这个2019年6月3号 Office 日常工作的资料分析，然后请点范例下载，麻烦请点超市范例的下载钮，所以请点它。好，那就请你们先做到这个地方。请你先把档案下载下来就好了。如果说你的电脑没有 Google Chrome， 那就麻烦请你点选这个以前我们叫 Internet Explorer， 对不对？可是它现在已经更名了，所以你如果说你还是停留在 IE 的年代，到时候就会被别人当作是嘲笑老 Coco 的代名词，因为它现在的名称叫做 Edge， 可以吗？有不要移过来这边，有没有看到这个？哎，它怎么不出现了？这个 Microsoft 的 Edge 边缘啊，在这里，这也有。好，请点一下它，这个一定会有，因为那个 Windows 10作业系统要灌进去，它就会一定会提供一个浏览器。然后接下来在网址的地方输入 https://goo.gl/ytzr(X)T enter。然后接下来是不是会看到一模一样的画面？接下来我们是不是点这个2019年6月3号？Office 日常工作的资料分析，然后这边是不是有讲义下载、范例下载？所以请点范例下载。好，当你把游标移到这个超市范例，有看到吗？左上角是不是有一个下载的图示？就请你点它。刚刚我已经下载过一次又一次，所以现在再点的话，它会不会再继续下载？会。他只是把那个超市范例刮胡二，如果再下载再点这个图示，如果你习惯是点两次，请你一定要戒掉这个习惯，这是不好的习惯，只能够点几次，一次，就像你在操作你的滑鼠的，操作你的手机的时候，有没有人在那边拼命点，点两下？没有，没有这种点法了。好，所以请点它，点一下，点一下哦，就下载一次，然后它只是会多出现。好，那我们就直接点储存，然后我等一下再告诉你那下载到哪里去了，好不好？请你先完成下载，如果你时间够，请你也把这个每一个档案都下载，好不好？每一个档案都下载，如果你时间够的话，可是请你先下载超市范例。那我们刚下载的档案在哪里？我想大家应该都很好奇，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我先把我曾经开的档案都关掉。好，首先因为你下载好了嘛，下载好了以后那个档案在哪里呢？点选这个资料夹，也就是档案总管，点它，我想大家应该都有。接下来麻烦请你点下载，这是我刚最后一次下载的，可以吗？下载的档案一定放在下载里面，对不对？因为这句话绝对是符合逻辑的。我们从网络下载下来的档案
一定放在快速存取的下载里面，可以啊、哦。好，所以就请你点这个下载。第一件事情，请点它，点档案总管，其实就是文件夹。然后第二件事情，请点下载。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超市范例，对不对？就看到了。好，那请问你现在哦，我们的电脑里面是不是只有 Office 2016？ 所以如果你想要开启这个档案，那就快速点两下就打开来啦。所以我们快速点两下超市范例。好，请你们现在动手开启超市范例，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说，哦，我原来下载的档案是在什么地方。那为了我上课方便呢，画面就用一下。我要特别跟你讲，这都是我刚刚下载下来的，有看到吗？有看到，这是我8:26我就下载下来的，所以我一定已经按过那个启用编辑。可是你要懂为什么它会多了这一项功能吧？以前你是不是打开 Excel 的档案，它就直接让你开启，对不对？可是你看我现在9:39我最后一次下载的这个范例哦，这是我第一次开启，对不对？所以它就出现了这一个按钮。这个按钮你一定要知道。请问我现在哦，我现在这个受保护的检视，现在这个档案是不是受保护的检视？也就是说我能不能去编辑它？不行。我能不能选到这个资料范围点 delete？ 各位知道 delete 是什么意思吗？是不是清除，对不对？是不是常用底下的这个清除？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现在不可以做清除这件事？为什么不可以做？因为我还没有拥有编辑权。好，从2016之后的这些档案，如果当你从网络上抓下来的档案，你要开启它，你必须要先完成这个启用编辑。为什么呢？就是说，假设你今天哦，你是从网络上拿下来的档案，有没有可能会有病毒？有可能啊。所以他就说，既然这是你从网络上下载下来的，而不是别人下载下来的，所以他请你多一道资讯安全的把关动作，等你点下这个启用编辑，你这个档案才可以真正的开始使用，可以哦。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是你现在才知道的，所以请点启用编辑。那日后啊，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启用编辑了？然后假设我现在我又再关掉，然后重新打开，就不会再出现那个小心，这个档案是来自于网络上的档案，可能包含病毒，它就不会再提醒你这件事了。它只会在第一次开启这个档案的时候告诉你这件事，可以吗？所以你现在只要做一件事，就是那个启用编辑，我们才能够继续往下编辑，然后去玩一下什么告诉我你想要执行的动作，否则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好，那我就快速点两下这个超市范例咯，当作是我要教讲的一个内容。好，请你们现在点启用编辑。点好了吗？
那接下来我们现在就来玩一下新功能。请问这边 Word 有没有告诉我你想要执行的动作？有， Excel 也有在这边嘛，对不对？ PowerPoint 也在这边，通通都有了。它就是不想要让你再去找什么枢纽，找一些新的功能在什么位置。请问一下，你知不知道 Office 2016 Excel 有一个很重要功能叫做枢纽分析表？一定大家都有听过，对不对？ Office 2010在哪里？我相信你们知道。可是等不等于 Office 2016也放在相同位置？不等于吧，对不对？好，那不等于，你接下来你是不是要花时间去找？现在不要找了，我们就直接，例如说假设哦，我现在想要去做枢纽分析，假设我现在想要做枢纽分析，那你就直接在这边就直接输入那个插入枢纽分析，你要打对字哦，枢纽，有看到吗？有没有看到？有听懂我现在在说的这个意思哦？你根本就不用知道它放在插入功能标签底下了。你就直接你要做什么功能，你就直接告诉他。例如说，我想要做插入枢纽分析表，他就直接跳选插入底下的枢纽分析表，然后就跳到这个画面，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哦。所以你根本就不用知道什么功能在什么位置了，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把日常工作做好。举例来说，然后这边是不是点选确定？这个画面你就很熟悉了吧？所以告诉我你想要执行的动作。假设我现在我想找出各年的销售，然后再插入枢纽分析图，确定？你看是不是就做完了？可以知道我现在所讲的这个意思哦。后面这一段是你本来就会做的嘛，对吧？看你要分析什么。可是2016它的功能枢纽分析表跑到哪里去了？我还是没有讲嘛，对不对？你还是不知道。那重不重要？不重要了，有听懂哦？所以请你不用一直拘泥在我要找什么功能找不到这件事。就算你知道不知道，你只要知道告诉我你想做的事，在那边打出正确的字就好了。那如果你现在在这个地方输入合并列印，请问以下能不能做合并列印？以下可不可以做合并列印？以下不可以做合并列印，对不对？那是 Word 的功能，对吧？请问 Excel 可不可以去制作那个动态简报的动画？ Excel 不可以，对不对？这个时候它就会直接跳出网页查询的结果给你，可以了解我说的意思吗？你就是例如说好了，假设我今天有一个人，我到中华电信，我要去办一个业务，我不用再去问服务台了，我就直接在一个什么可以电脑地方，我就做业务查询好了，我就只要输入就好了。好，我要新申请室内电话，我就打这几个字哦，他就告诉我，请先抽号码牌，然后到什么地方去办，对不对？那假设我今天我想我在那个新增查询，就是那个查询的电脑里面，我输入我想办台叉大哥大的手机，这个时候呢他就会直接跳到那个网页查询。可以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哦？你要理解哦，就是为什么他要这样改，你要去想一想的，因为
他就不要让再让你拘泥在功能上的查找这件事了。这件事重不重要？很重要吧。所以麻烦哦，我做几个动作，我再重复说一次。你不知道枢纽分析表跑到插入的这个位置了吗？对不对？因为你本来很熟悉它，枢纽分析表就放在资料功能表下面，对不对？但是之前，好，各位，我们现在就直接在这个地方输入枢，而且我只输入了一个字，然后接下来呢，点选枢纽分析表。选了枢纽分析表，你有没有发现它就直接，我这边先打一个字哦，枢，然后再选枢纽分析表，对不对？第二个动作做那件事，第三，请你点确定，记得住吗？记不住你就写一，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你想要输入执行的动作，这边输入一个字，枢，对不对？第二件事情就是要点那个枢纽分析表，第三件事情就是点确定。再接下来第四件事情，你就勾选订单日期。第五件事情就点销售额。第六件事情就点枢纽分析图。第七件事情就点确定。可以吗？这件你要当作是尝试，因为我们最后是期待希望教你做出很多的资料分析，可以吗？回归到我们的主题就是资料分析，所以我们也是拿枢纽分析来去做，然后做什么资料分析？六个动作咯，请你们来挑战一下。一，我要练习我现在教的方式，请你不要点插入底下枢纽分析表，就是玩一下哦，告诉我你想要做什么。因为我们全班现在大家都很专心在听，来，请这个告诉我你想要执行的动作，点它，打一个字。枢纽分析的枢，你再继续往下走。第三个动作请勾订单日期，第四个动作请勾剪球拉下来一点点销售额，然后枢纽分析表，枢纽分析图点下去，确定点下去，你是不是就做出来这张图？请问这张图你看到什么？确定。请问这张图你看到什么？因为你刚刚点到这边，确定。请问这张图你看到什么？你到时候解释给我听。如果你要解释给你的主管听哦，我们的图会越讲越复杂。例如说，最后要解释到组合图。好，我上次问一个人，然后他第二天就不出现了。你们会不会这样子？因为真的，我不骗你，公家机关他就说他忙，他去开会了。
请问一下，你看到什么？这张图你看到什么？销售。销售额怎么样？销售额怎么样？能不能加两字？逐渐。逐年。对吧？其实我会，我会再更进一步的描述，从多少涨到多少，2013年多少？看资料表啊。这不就是土吗？不是土，你点完了。哈哈哈哈哈。对对对，这不，我们一步一步来，好不好？我后面还有好多要教的东西，可是你先画完图，我们的课纲里面还有教，你不能画完图，老板自己看。你敢跟老板这样子讲吗？你至少要先知道你画出来图到底对还是不对，对不对？所以你要先解读一下你画出来这张图，以免你交出去交错的图，它到时候就直接丢到垃圾桶去了，那还是对你仁慈，对不对？好，请你们在描述的时候，你们可以参考一下我现在的描述。我们可以从这张图看到，因为我们课纲里面真的要请你们要学会那个就是表达技巧，所以你看到这张图哦，你要去解读这张图嘛。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上面看到，这张图是说明2013年到2016年的销售额，可以发现它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从2013年的这个最好加三位一撇，三位一撇方便我们来去一看就知道这是200万，从2013年的300万到2016年的550万，这样子来去表达会比较好一点，可以吗？好 ，OK， 你晚一点的时候，我希望你还是尽量配合我，我会请你们来练习一下这件事，因为我们课纲真的有讲表达技巧，重要哦。你画完图是一回事，然后你如果解读图表错误，哦，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好，请问一下哦，那这边告诉我你想要执行的动作是不是就了解了 ？OK， 再来，我想跟你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就是请把这个范例关掉，不要储存，好，重新打开，我们就要开始来跟你讲所谓的一个资料分析这件事了，因为我讲完资料分析，这边是不是就牵涉到画这些图，对吧？如果我不教资料分析，就直接画这些图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麻烦请第一件事情打开这张资料表，然后这个档案里面它包含有订单。有退货，有销售人员，这三张资料表，其中我们现在在哪一张资料表叫做订单，没问题哦。然后呢，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这是资料范围，这是你以前你大概知道的资料范围，请问我现在我选的资料范围是不是从 A1 选到哪一格？ B5 对不对？好，这是以前的说法，或者是以前我们惯用的方式。可是呢，请你现在要慢慢开始一件
了解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不再用范围，不再用范围了，我们用什么呢？我们用一个不再用这个储存格的名称了，去描述这个范围。我们会把这个范围定义一个名称，然后也许它就是一个资料表名称。好，然后来去做一些说明。这个动作呢，叫做表格化。表格化，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把这个资料，哦，区分成这是栏位，标题知道吗？这是标题。然后接下来下面这些资料是什么？下面这些资料是所谓的记录，你要能够区分。请问产品 ID 类别、子类别、产品名称，这些都是栏位名称，就是标题名称。标题知道是什么意思吗？知道哦。那下面这边好，例如说我们有办公用品，然后技术、家具等等这些。这个就是记录了，这就是记录，所以请你先分辨清楚。所以最简单的一个分辨法就是把它转换成表格。因为表格的话，是不是第一列一定是标题，下面的内容全部都叫做记录。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做一件事，常用底下的格式化为表格，然后请你们在这个地方呢，随便选任何一种都可以，点它，然后呢，他会说，哎，你现在做的就是把 A1 到 T1001 这个范围哦，变成表格，然后这个表格，请问有没有标题？有。这边一定要打勾，确定。然后，请你稍微注意一下，表格要不要有表格的名称？要。就像标题是不是有标题的名称？标题有标题的记，就是下面会有记录，记录标题。那整个这个叫表格，表格也可以把它命名一下，叫做什么？这边一定要去输入，不要用表格一。如果你有十个表格，就叫表格一、表格二、表格三、表格十，这样子的命名法不好，最好就叫订单。然后打完订单之后呢，按一下 Enter 键，就是告诉他说我定义好了，这个表格叫做订单，可以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以前我们都是拿那个用哪一格到哪一格来去做计算，拿去做处理，现在不是，现在我们都是把它变成资料表格，然后变成资料表之后呢，然后也定义了一个名称，我们在里面再去做一些描述。好，我刚做几件事，首先关掉不要储存哦，关掉档案不要储存。好，第二件事情，我们就要打开这个档案了，打开这个档案没有问题哦，打开这个档案就是在资料表资料档案里面快速点两下就打开这个档案了，这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做什么？常用，点一下常用。第四件事情，点格式化为表格，随便你选一个。选好之后呢，选好之后，第五件事，请把这个表格名称输入好，例如说叫做订单。好，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做格式化为表格这件事，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假如说今天你要去看这个资料，你有没有发现你只要往下，你就可以继续去看剩下那些资料了，而且它会把
栏位名称直接取代掉 A 栏 B 栏 C A 栏 B 栏 C 栏这些名称，这样好不好？当然好啊，你以前是不是会把那个资料的记录内容锁定起来，现在不用锁了，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可以看到这个，你也不用知道说啊什么检视底下什么冻结窗格，这些都不用知道了。好，再来，你有没有发现哦，假设我今天我要针对资料来去做一些资料的排序，你看哦，假设我想要依照订单日期排序，那是不是直接点这边有一个往下的三角形，然后有没有看到由旧到新的排序，由新到旧的排序，对不对？好，还有如果你要做筛选，这边啊，这边是不是也可以按照日期来去做筛选？大概对于一个资料表来说，你会做大概就是这些事，这样有没有问题？这样大概可以知道这个格式化为表格它的重要性。好，那我们来去思考，我们来去思考一下，就是说，我想一刚开始哦，我们还是要来去做一些所谓的资料分析。可是，我可以教函数吗？我一定要教函数哦，因为你不教函数，你有很多东西你都没办法去做好，资料分析有很多事情都没办法做好，所以一定要教函数。我举例来说好了，我现在是不是有一个订单，我想要知道我每一天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一周是不是有这个七天，那到底哪一天就是比较卖的不是那么好，我是不是可以把那个那一天当作是店休日？好，或者是例如说好了，像我们这边是不是有周间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要上班要工作的，可是我们会不会想要知道说那哪一天是周一还是周二还是周三，那个例如说有发生销货事件的数量是最多还有最少？举例来说，你们觉得我们客服部门可能会想要知道星期一到星期日到底什么时段会有多少人打电话或者是到中华电信来办所有的电信业务，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透过你要先分析出来说这个订单日期发生在星期几，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教你这件事咯。请问这个订单日期发生在星期几？所以这边这个标题啊，这个标题我是不是就直接输入星期，可以吗？星期，那请问是星期几？我们是不是要用星期几的函数？你们知不知道星期几的函数是什么？国中单字，不要那么快摇头。星期的国中单字怎么讲？可以吗？我不用再代替你国中老师告诉你，那星期几呢？后面就是加 b a y， 可以吗？这个函数还蛮好记的嘛。请问你想要知道这个订单发生在哪一年，年的函数是什么 ？year， 对吧？一样的意思哦，不用不需要，我们先把最基本的资料分析你先了解。我们再去谈什么很难的什么 VLOOKUP 这些。好，那请问一下哦， weekday 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要输入一个等于，然后打 WEEK， 请你只要打两个字
等于 W 一，请问，然后接下来是不是方向键往下选？请你不要打太多的字，你打太多字是不是有可能会打错字？因为这边他已经帮你都整理好了，以前你真的要每一个字都打出来，所以有可能打错字。可是现在他会希望就是说，他整理好了，你用上下方向键来去选择，这样是不是减少你打错字的几率？例如说，我想要做跟星期有关系的函数，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打 W 一，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往从上面往下去选，有没有看到星期几？它这边告诉我说，这个功能呢，就是传回介于一到七的整数，用以识别星期数值。所以答案就是这一个函数嘛。然后点一下 Tab 键。好，现在重点来喽。现在重点来了，请问我是不是要放一个 serial number？请问是不是只有告诉他年月日，他才能够判断他是星期几，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请注意哦，我要这样选，游标放在订单日期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有看到吗？它说变成一个粗内容是黑色，内容是黑色的一个往下的三角形，你不可以选这一格，你选这一格也不能说错了，可是我建议你是选这一格。那这到底有什么差别？当你选这一格的意思，它前面是不是有加了一个 array， 它有加一个小老鼠这个符号，它的意思就是说你选到一整个所有资料里面的某一个相对位置的这一个。可是如果你选到这一个的话，你是不是选到整栏，它等一下就会把这一格直接应用全部都算好，你就不用再学什么复制储存格之类的。好了，接下来我是不是点一下逗号，就是这个地方记住哦，我选择的是订单日期，我不是选 C 栏，请各位注意一下，我不是选 C 栏，你知道这个是 C 栏对不对？那 C 栏下面有没有可能很多都是白色内容，就是没有的内容，对不对？ C 栏里面你要是选整栏这样子的话，你会选到很多不用计算的格子，这就是浪费让电脑在那边跑。好，所以我是点到什么订单日期上面一点点，订单日期上面一点点，就是那个 C 的什么下面，订单日期的上面那一条线啊。好，游标移过去，它就变成就是这样子，白是那个粗粗的选取的游标图示，然后往上一点点，它变成那个黑色的往下箭头，然后点它，它就变成订单日期。接下来是不是要打一个逗号？打了一个逗号，这边它有说那个数字一代表是从星期天到星期六，数字二这边二的话，它代表一就是星期一，七就是星期日，这是我们比较习惯的用法，所以请输入阿拉伯数字二，然后右刮胡，因为你这边有一个左刮胡，是不是要对应一个右刮胡？ Enter， 你看这边是不是全部都帮我们算完了？以前你做完是不是还要往下复制，对不对？现在不用了。好，这边是很重要公式的新撰写方式，我会希望慢慢的你养成这个习惯。好，所以我们再来重新做一次给你看，我重新做一次给你看哦。所以在这个地方一就一定要输入等号，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
等于什么 W 1，因为你应该知道，我要知道它是星期几，那星期的国中单字它是 W 1，所以方向键往下，方向键往下哦，最好是用方向键选，然后选到 W E E K D A Y， 请用 Tab 键， Tab 键就直接把 Weekday 放上去了。然后接下来呢，是不是要放一个 Serial Number？ 所以你拉到最左边，有没有看到订单日期？我们通常看你是要以那个订单这件事情开始算，还是以出货这个日期来去算？销售事件，好，那我们通常可能就是会拿那个订单日期来去做计算，所以点选这个订单日期，逗号，逗号，然后这边它是不是告诉你说，假设我点了一个逗号，这边要输入一个阿拉伯数字，输入二代表意思就是数字一就是星期一，数字七就是星期日。然后这边我输入二，二就是这一个，然后右刮弧 ，Enter， 我们来去看一下好不好？这是不是2016年4月27号？是不是星期三？好，快速点两下这边，2016年嘛，2016年4月27号。星期三，快到喽，2016年4月27号在这边，它是不是星期三？一定是啦，这个交给电脑去算，这属于蛮简单的一件事情。好，那接下来就要麻烦请你来去体会一下这边它公式的撰写方式的修改，这边也有做一些改变。好，请你们现在动手练习一下。那我们现在哦，已经画好了星期，已经做好了星期的函数，对不对？我们就来去调查一下，调查什么呢？各星期的销售，什么叫各星期销售？怎么做这件事？我们可以用插入枢纽分析表来去做完，对不对？好，毕竟我们要跟各位分享资料分析嘛，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要点选插入？第二件事情点选什么？枢纽分析表。然后这边有没有看到订单？好，确定。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你会记不住，你真的会记不住，我希望你是用逻辑的方式来去记。第一件事情是不是点选插入？为什么点选插入？我现在是不是要去插入枢纽分析表？请问插入表格没问题吧？插入枢纽分析表格，它是不是也是一种表格？你不能说插入表格它是表格，插入枢纽分析表格就不是表格了。插入枢纽分析表格它是不是也是表格的一种？所以这样记得住了哦。而且请问在 Excel 里面，分析表格跟一般表格哪一个比较重要？应该是分析表格，所以它就放在左边去了。因为它这边的功能排列是依照哪一张图，哪一个功能是我们比较频繁使用的。我们在Excel里面真的很少有人会去插入表格，可是我们会经常做资料分析，所以点选插入，第一件事点选插入，第二件事情点选枢纽分析表，第三件事情点选确定，可以吗？这三件事应该记得住哦。请问我要分析什么还记得住吗？每周的周一销售怎么样，周二销售怎么样，周三销售怎么样，对不对？
所以请问我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先勾星期，所以打勾星期，可是这个星期它就帮我把那个阿拉伯数字全部加起来了，你必须要把这个星期啊，这个星期要搬到这边，这不就是变星期一了吗？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七，也就是星期日。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销售额？点它，可以吗？知道为什么点这两格吗？所以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列里面是星期，销售额是值，它只要是阿拉伯数字都会先丢到值这边，所以刚刚我是不是先勾那个星期，就它是不是跑到值这里，我是刻意再把它拉回来到列哦。好，你要画一张图确定，所以在这个地方这张图要怎么解释，等一下你就自己来去练习一下，可以吗？好，我再从头到尾做一遍。刚刚是不是长这个样子？我们好不容易做完这个星期，好，一点选插入，二枢纽分析表，三确定，四把星期拖曳到列这边，可以吗？不要，你直接点它一定到这里了。好，五请打勾销售额，六枢纽分析图确定，是不是就做完了？看你们动手来去做一下咯，然后你要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这张图告诉我们什么资讯。所以这张图呢，我们直接可以看到哦，这个周间应该说一星期里面星期一到星期日，然后它的一个销售总额画出来，可以发现那个在星期二的时候它的销售额呢，销售额最好是把这个数值啊改成什么千分位符号，这样方便我们来去做说明。所以可以发现哦，在星期二的时候呢，它只有47万，可是其他的周间平日至少都维持在200万左右。好，所以如果说我们公司要去做教育训练，可以在排在星期二这一天，或者是一些就是说比较可以动员大家一起来去做的事情是周二，或者是电休排在周二，这样可以了解哦。好，那这就是所谓的一个 Excel 的资料分析的部分，当然只有 Excel 具有这个功能。那我们现在把握一下时间，下课休息一下，45分前进教室好不好？我们再来继续看后面的内容，下课休息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回答一下刚刚有同学问的问题哦。首先我觉得他问的问题还蛮不错的，值得我们来去理解。首先他问说，这个一我们先希望看到是星期一，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各位应该是要在订单的最右边这边，我们应该如果出现三，我们就要把它改成那个星期三，一就出现变成星期一之类的。好，当然我也看过有同学直接在这边直接做修改，例如说星期一，然后拖曳往下复制，你可能会导致一些错误，就是会产生这样的错误哦，所以我要特别提醒你这件事。
所以我先把这个好吧，那我就只能先做这件事了。反正这边的这做法，除非你就是一个一个手动在那边打字，星期二、星期三，可是其实你已经在破坏枢纽分析表这边的一个运算了，所以真的不推荐这样子来去做修改。好，我只能先把这张资料表删掉，重做一次。好，我刚刚是不是用插入枢纽分析表确定？然后接下来卷轴拉到最下面，星期。就是刚刚造成的错误，所以不能这样子随便的去把它做什么分析表。然后把这个星期拉到这边，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在勾选销售额画图，刚做到这边，所以记得哦，如果你要改的话，我建议是这样做，就是选到这些资料范围，复制，然后选择性贴上，贴到别的地方，贴成值，确定，然后经由这边这些资料范围，我们再去画直条图。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画出来还多画了一个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这是需要去拿掉的。这样可以知道我现在所讲的意思哦。建议各位啦，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个一、这个三，就把它改成，例如说是那个星期三，你要去做这样子的修改，到时候这样资料才会正确。好，那我们接下来我要继续跟你们分享。刚刚是不是有讲到那个资料分析的部分？然后我们现在哦，回来去看这个资料表，我觉得我们大家可能要多练习一下，多练习那个分析。所以，请问一下哦，我们在这里，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产品的类别，我们有行 ID、 订单 ID、 订单日期、发货日期、邮寄方式、客户 ID、 客户名称、细分程式，我们有好多好多的资料，我们是不是可以拿过来去做资料的分析？好，所以我先把它，例如说放在这个地方，选择性贴上，贴成值，转至，我有这么多栏位，对不对？请问一下哦，这个行 ID 里面放的是文字的栏位还是数字的栏位？好，这样我问你好了，星期里面放置的是文字的栏位还是数字的栏位？好，请问一下哦，这个类别里面放置的这些是文字还是数字？文字。好，请问一下哦，星期里面放的这些东西，它你会希望它是文字还是数字？文字，对不对？不然刚为什么会有同学说他希望是星期大写的那个一，对不对？这个是文字，
没有人会把它拿数字把它加起来的，可以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第一笔记录、第二笔记录、第三笔记录，请问它是文字还是数字？文字。没有人要去把第一笔记录的一加第二笔记录的二加第三笔记录的三，同意吧？对不对？没有人要加这种，这根本就不是数字，它是文字。你看嘛，像我刚刚在这个地方，这边有没有看到它是文字还是数字？文字，它靠左边对齐了，对吧？你要能够区辨哦，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填男生女生，我们不是打出中文字，我们是用一是代表男生，二是代表女生的方式，你就以为说哦，性别那一栏都是文字还是数字？文字，对不对？你不能说哦，因为你用了一个代号，它就是数字了。好，所以请问一下哦，订单这里，订单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行 ID？ 所以行 ID 是文字。请问订单 ID 是文字还是数字？文字。请问订单日期是文字还是数字？文字。发货日期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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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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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一直到产品名称，销货额是文字还是数字？数量一定是数字，折扣也是数字，利润也是数字，星期文字。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哦，你看通常我们拿到资料，文字类型多还是数字类型多？数字比较少，一定是文字比较多。那我们通常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再去思考一件事咯，通常我们的分析啊，是不是可以拿一个文字类型，一个文字类型，然后搭配什么？一个数字类型，所以这边总共，这边总共有17个，这边有一个文字哦，17个文字，搭配什么呢？4个数字的分析 ，C 17选一个乘以 C 4个选一个，请问一下啊，你是不是可以做出？4728是68张统计图表，光是各取一个，光是文字类型取一个，数字类型取一个，你就可以做出68张统计分析图表，同意吗？你大概知道，我不用真实的请你会算这个东西。反正这个东西算出来是一个还蛮大的数字，对不对？你不可能把每一张统计分析图表都画出来，更不可能把这么多的统计图表给老板看。而且还没有讲完哦，请问有没有可能，你看像我现在，我可不可以分析各省销售额、各省利润、各年销售额、各季、各年各季的销售额，因为连续日期有时候我们不是只有看年而已，要不要去看季？要不要看月？有可能像我刚好我还看星期，对不对？所以这边衍生出来很多，除了一个文字栏位对一个数字栏位，有没有可能会对到什么？一个文字栏位对两个数字栏位，举例来说，散布图，我们就要去分析销售跟利润的关系，可以吗？
所以这边有可能再加什么 C 十七取一乘 C 四取二，会算吗？国中的时候你要是不会算这个东西，我们那个年代啦就天天被打了，对不对？尤其我的老师是数学老师，就是一定要会这些的算法，这叫排列组合。国中数学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再算那个两个文字栏位配一个数字，可以啊。好，反正太多要去算，反正一堆要去算，但是你总要有一个标准，我到底要分析什么，对不对？你觉得你要分析什么，那你要先看一下你做这个资料分析要给谁看。请问给老板看的图表跟我要放在网络上的图表会一样吗？不一样嘛。那个消费者想要看到的资讯绝对跟老板想要看的资讯不一样，而且都很重要。你不能说我要画重要的图表，不对，你要看你要分析的对象你是要给谁，给谁看。例如说你觉得老板最想要看什么？利润嘛，对不对？你觉得他想要知道销售额还是想要知道利润？当然你要是都算，这我想大家都想知道嘛，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老板他最想要知道，既然我加了一个最，那就是你要先把这些资料先分析给他看。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那个各年的利润。那你觉不觉得有时候我们画完利润，我还想要再分析一下，那到底是哪一个产品带给我们的利润是最高的，对不对？然后到底是哪一个营业单位创造出来的利润是最多的，这样可以了解吗？就一步一步分析下去。还有请问你分析完毕的图表，你分析完毕的图表哦，要不要做统计检定？要不要？那就看各位咯，你要让我教到什么程度可以吗？照这样速度可能我们只能教完大概资料分析，可是你不能你就直接把那个分析出来统计图表就直接给老板，然后说反正我又不是发言人，我只是做资料，然后他就去到新闻媒体面前就讲了一些然后没有做检定的资料，到时候出了状况谁会倒霉？那个发言人很无辜哎，对不对？那个对外发表那个发言人他是很无辜的，可能哪里有问题，他回来之后呢，他就要想办法知道说到底是资料分析人有问题，还是资料来源给的资料就错了。可是到那个时候来不及了，所以真的建议各位就是资料分析要好好做，要好好做。好了，我们就先来做老板最想要看的，例如说各年销售怎么样，刚刚不是已经做过了吗？那利润到底哪一个产生出来的利润，哪一个哪一年的利润最多，然后接下来就是哪一个产品创造出来的利润是最高的。好，来画面就用一下，我们来观看一下哦。我游标落在这里面订单哦，里面任何一格，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就可以来去看一下我的那个产品的销售，刚刚已经教过，那我们来看利润，所以插入枢纽分析表，确定。那通常我们来去看，我们可以先看各年的利润，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勾选订单日期？你勾选订单日期哦，它新改了一项功能，它会自动帮你把年跟季列在这边，可以吗？这是新功能哦，它是不是很方便让我们来去做计算？然后呢，然后
我是不是想要知道说各年的利润，利润，所以勾选利润，因为它是数字，所以它就直接放在值这里面了。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去画出这一张图，没问题哦。所以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各年的利润跟销售涨的趋势是差不多的，对吧？这我想应该没有很大的问题，是不是就可以画出来那个利润，对不对？好，可是通常我们会期待希望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销售跟利润的关系图，可以吗？所以我现在哦，因为这个这张图就等于我们画那个销售各年销售，所以我就不请你们动手做。可是我要请你们动手做的是另外一张图，来，请勾选订单，最好是把它工作表名称改好。它的工作表名称叫什么？你觉得这张工作表名称应该要叫什么？利润，利润，对不对？一定有利润嘛。可是你觉不觉得，因为这个是不是各年？所以你觉得要不要加一个各年，可以吗？所以这边加一个各年利润，然后统计，因为怕等一下你忘记了做过什么。好了，接下来就是我要请你们做的咯。我想要去计算，就是说我想要去画销售跟利润的各年的那种关系，各年的关系。好，所以怎么去做这件事呢？所以首先在订单里面，我们是不是插入枢纽分析表？一插入，二枢纽分析表，确定。我是不是要知道各年销售跟利润的关系？所以各年是不是勾这个订单日期？我想这没有问题。再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勾选什么？销售额它就放在这边，然后它是不是我还要知道利润？利润在下面，所以它就会放一个是什么？销售额，一个是利润。那请问你，这张图我要画什么图？这张图这样看起来，销售跟什么？跟那个利润是不是一个很高，一个很低？所以不是画这张图哦，不是画这张图。那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有没有散布图。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好像都不太能够画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换一个方式来去画这张图，插入建议图表。因为在插入的建议图表里面，它跟刚刚那个很相似，可是它不提供。它不提供好吧，那如果不提供的话，那我们先暂时做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只能暂时做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版本还不画散布图。来，请你们动手先做到这里。2019已经有散布图了。来，麻烦请你第一件事情，插入枢纽分析表。
行先勾各年，就是订单日期打勾，然后请勾销售额，再勾利润，然后画中有分析图，好，确定，中有分析图，确定，好喽，那接下来我要教你把这张图修改，因为我要去看一件事，就是说到底销售跟利润之间的关系嘛，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看其实不好看，所以我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好，画面借我用一下，请问一下哦，现在销售是不是这个值是很高的？好，我们先把这个数字啊改成千分位符号，这是非常容易辨识的，因为两个，一个的话就是千，然后两个千分位符号就是百万，可以吗？它只有千跟百万。好了，那我现在呢，我要请你们滑鼠右键，滑鼠右键点这个红色，就是这边是不是有这个红色，对不对？滑鼠右键，然后接下来请点资料数列格式，资料数列格式，然后请把它勾副坐标轴，请把它勾副坐标轴。为什么呢？因为我会希望说，例如说刚刚那样子不具比较性，可是如果说我现在我把它都改成就是一个看左边，销售额看左边，利润看右边，然后把它改成折线图的方式，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比较了？来，所以请把这个图表，这个图表的类型，这个图表的类型换一下，这边改成副坐标轴哦，然后接下来变更，把这个改成副坐标轴，然后请把它改成折线，确定。请问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边是不是比刚刚更有资料视觉化的一个可读性？意思就是说，我们来去看，我现在只能拿到四年的资料，然后这各年的销售有逐渐上升，可是这边有没有看到利润呢？它也是有上升，但是上升的情形有没有发现哦？它是在这个量的下面，这个值呢是在这个销售量的上面，这个点也是在上面，这个点是在这个值的下面。请问这又代表什么意思？这两者之间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比较性？其实这就是我等一下要导出来，我们要去做，例如说那个销售扣去成本，它是不是会有一个出毛利率？所以等一下我就要去算那个出毛利率了，可以吗？我重复，我再重新做一次这张图的修改，因为刚刚这样子的一个图不太方便让我们来去检视。好，所以滑鼠右键点到这个红色，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直接点变更，把它换成这边副坐标轴打勾，它就红色的它就用右边了。还有这个地方
群组直条图改成折线图，确定。因为组合图是它新增的一种图，但是其实以前有，没有像这么方便的使用就是了。所以记得哦，滑鼠右键点它，变更图表类型，这个变更数列图表类型，然后请把利润改成折线图，然后请把副坐标轴这边也打勾。好，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销售利润组合分析图。销售